曾经有不少的网民出 post 大爆明星艺人在人前人后两个样，揭露他们的真面目。而曾经荣获多项影帝奖项，现年65岁的梁家辉，最近搭公务私人飞机就被机上的空中服务员将遇到他的经历放出上社交网分享。这名空姐发文写话，成日都觉得香港演技派的明星都好有距离，结果梁先生的亲切友善和高修养，简直令他这个见过很多明星的人都大吃一惊。指梁家辉全程麻烦服务员做任何事，甚至恨不得要来厨房帮我们做事啊。